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来分享这个完美世界 N 的序号礼包码。我们首先要练等级，练到差不多12级，然后呢右上角就会开启这个福利，那我们可以点进去，然后呢开始在这边，然后往下拉，最下面这个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兑换码。然后我们点进去，这边就可以输入我们的兑换码哦。然后我们输入我们的兑换码 TINELESS，然后点击这个前往，然后这个有奖励已经透过邮件发送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要领的话呢，要去邮件这里，在好友这边，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这个逆转时空福袋一日哦。我们领取一下，好，获得这个灵性水晶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还有这个浮雨石啊，然后会获得这个第二天才能够使用的这个礼包。好，我们先来这个灵魂沟通一下。你问我是谁？没想到神选者是个呆瓜。我是神选者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福利有什么吧。第一天有这些东西吗？好，这累积登录。天域授徒是神明留下来的书卷。然后开工大吉是什么呢？获得活跃度就可以抽奖了。那我们使用一下，要拿到这个天域授徒。哦，我们趁现在领一领，在线礼包，跳过跳过。这个就是天域授徒。接着领取，还有这个升级礼包，可以使用一下。聆听地声，我们跳进去了什么地方？你们来了，流火蝶就在前面。流火蝶，这些来路不明的家伙，解决掉他们。要打架了，风刺未足。这个画面很亮啊！我看一下这个特惠，每日限购，或者是那个嘛月卡什么？解决掉，咱们还是流火蝶，就要打这个流火蝶啊！焚灭九天火之原理，不召唤又怎么样？我就不移动，怎样？不移动会怎样啊？根本就不需要移动啊！被骗了，那我们就成功了吗？可以装金链，我们披风金链一下这个。啊，强化到一级。太好了！等一下，是的。要跟这个流火蝶沟通哦。神选呆瓜，回归天域授徒。我们成功的安抚这个流火蝶哦，这个人是谁？司空选。根据邪能的流向，我们确认。然后回禀松书客。我刚刚是直接召唤一个传送门，是不是？钟书客，没关系。既然收服了灵媒，魂石获得这个魂石。从这里进入魂石，这次我们选择这个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槽位。成功了，右边墙。嗯，这零度体。哦，获
得这个飞行器，现在就动。好，可以获得这个飞天之力啊，获得这个白翼。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坐骑，我们现在是要来强化一下，先都强化到一吧。然后呢，这个接着强化，强化到五，这还会失败。我竟从加五变成到加三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先强化这个，这个还会失败，也太坑了吧！好，迷路的女孩。我才幸好有这些好心的花花。你太好走。你现在来点一下这个技能点，然后这个成就可以领取一下。这个魂石怎么一直都有？哦，下面这里可以加一点生命值。活动我们居然是要飞到这个天上去采集。他是站着，我是用飞的，感觉我这个用飞的应该比较强点。是不同种族他的那个坐骑也不一样啊。制作灯笼的材料收集齐全，我们接下来打这个水行者，拿他们触须，这也太惨了。好，成功打到四个。对，他知道我们在打他，打这些水行。啊，你这个水行者在那边打我，啊，你看，你表现的还不如我吗？就是你的老大，老大，摇花，我还没说过吗？哎呀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。那开心干什么？哇塞！特惠可以领，云龙这要储物值才有。不会成，噔噔噔，有个牵涉。神选者终于。这位冷山我是神选者哎，老兄，你不是在护这个冷山？老哥，切勿佩服佩服。既然我去沟通一下，哦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完美世界 End 的序号点办法分享及试玩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